四周治，猫咪吸了猫薄荷就会欲罢不能。但是我家这几只吸完了的反应，哎，那一个比一个离谱。兔兔身为一个四岁的老登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，主打一个优雅享受。哎，除非实在忍不住。我们家老二，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吸猫薄荷，来给他尝尝。你有那么高负荷人的今天进入生活，进入我给出的源，不允许动。好，那我封你为咱家的禁毒大师兔兔。你看看你儿子，你都吸成啥样了，你孩子都能完全抵抗住诱惑。哎，你怎么上头了呢？不禁夸呀你。完了完了，咋还掐起来了呢？我突然发现啊，家里真正的禁毒大师是孩子他妈，就他们一过去吸，那母猫就重拳出击。别干了。哎，你看你看，过去了过去了。吸半天劲儿，哎，你怎么吸上了？完了呀，全沦陷了。